币的拿下这四个币，他就今天晚上守擂成功了。目前小孩是十二个币守擂，那么最后一挑战者来自日本的顶级高手 M 大师。M 大师只有四个币来挑战，十二个币可以说完全没有压力啊。今天晚上这个守擂赛可以得是赢了才有奖励，输的话是一分钱都没有啊，这个是比较的那啥啊，比较的让你感觉到很难受。对于胜利者来说啊，是美滋滋，对于挑战失败的一方来说啊，确实是不是很尴尬哈。觉得咱们这个主播还可以的朋友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好吧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团支持一下咱们这个小众游戏小主播。今天晚上比赛来对小孩的守擂赛，这一战日本 M 大师的攻擂， M 大师只有四个币，先锋是选择了爱丽丝，抢到了小孩，采取一个手势了，哎，拖时间吧，你别过来打死你。我是还有几个币啊，最后一刻接了四个币啊。嗯，十二个币，好，咱们现在看这场比赛，来对小孩的守擂赛，小孩的守擂赛。现在他的马力已经打掉对方的先锋了，对方的中间还在跟他做一个 PK， 现在又没有了马力要下去了。中间是睡影啊，他们两个用的人物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就差在先锋的位置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晚上一批搞不好，一批是受伤最厉害的人啊，连续两个晚上没有拿到钱。缝隙回家。那今天晚上咱们来看看这场对决，来自于小孩的顺影对着 M 大师的顺影，四颗气的这个四颗气的顺影来打 M 大师的两颗气的顺影。小孩有十二个币，对面还有四个币，你怎么看不懂呢？很简单 ，M 大师四个币。数字哥换成拉克亚，小孩就难受了。嗯，对，今天晚上输就输在数字哥这里啊，没开张。他但凡他赢三个币、四个币，这比赛小孩就难打了。嗯，这个轮流守擂啊，不是，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看双方的大将战了，都是一模一样的角色，选择八神谢逢，哎，中拳接孟旦葵花三段之后呢，现在小孩血量比他少，单骑八神，哎。这里日本人
的血量占了优势了，小孩现在跟对方都是两颗气的能量，紧牛推六前中下盘，对方防住 M 大师，这个防守还是比较到位的，射手啊，他的防守比较到位。小飞压地下，哇操，这个重拳打背了，小孩居然判断失误了，被对方一个跳低点的重拳打到一个逆向攻击判定，结果小孩输给了他。第一个比你猜对了吗，同志们朋友们？嗯，谁也没想到啊，对方关键时刻搞了一个突袭啊，改了小孩一个币，小孩十一个币打对面四个币，你觉得能输吗？嗯，欢迎事不听人有心啊！感谢你的小心战榜支持，大家晚上好。现在我们看本场比赛，来对小孩对战 M 大师的比赛。这是落一段，爱丽丝完全跟上把一样，没有抢到小孩任何的便宜。Player one win. 怎么走得这么快呀？小孩要输了，我把红龙吃了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！怎么可能输呢？对不对？日本 M 大师现在的身影只剩下了没有血了，又被小垃圾前冲重拳封掉了。还有一个八神安，所以说 M 大师现在打小孩真的是没有什么胜算，胜算太低了。哎，广州好生龙又空，没事，生啥龙啊，兄弟？好了，咱们来看这场比赛，来自于小孩对战 M 大师的比赛。欢迎大家来到鹏哥直播间。现在本场比赛，小孩的一挑三的局面已经形成了。来，给小孩刷个六，好吧？给他打气加油，看他能不能一挑三，兄弟们。希望小孩能赢，刷个六，刷个小孩也可以。那现在场面上来说，这里 M 大师跟他拼命了，准备爆气连。但是又被小孩切反了这一套，哦呦，再来一套压力下回身落一次，双方血条都已经变黄。好，下盘三清水，再次 BC 取消一条三，漂亮，恭喜小孩把比分给他追平了。你猜对了吗？拿下了对方第一个币，对面还有三个币了，对面还有三个币了，现在小孩距离4000块越来越近了，只有差三个币的距离4000块到手。那么如果说 M 大师这三个币输掉，他们就今天晚上白忙活了，电费也没有啊，网费也没有啊，宵夜更没有了。对，咱们把灯牌先点亮一下，好吧？没有加团的小伙伴，觉得这个主播还透个事儿，你们可以支持一下咱们这个主播，好吧？点击直播间右下角那个加号，加入咱们的粉团啊！哎，
欢迎大家到直播间，没有关注的话点点关注。现在比赛上比赛来自于小孩队的 M 大使，那今天晚上小孩喂玛丽现在还是准备尝试打一挑二了。丢干了！哇靠，一挑二没有了，还是要回到原点了。这里 M 大是火力全开，不敢给小孩任何一次机会。Score 是哪里的？日本的呀。这么强的过后走的这么容易的吗？我怎么走不了？好了，咱们现在看是小孩的顺影正在对 M 大使的顺影发压制，这里还有暴击状态，还有败的，哎呦，又下盘失手找到一个落点，那现在双方的血量是相差无几了，却反弹吗？够不着，就差一个机会，就差一个跳入的机会。喂，野狼加雪夜，那么欢迎阿宇，欢迎 Ladybird 的。那这场对决来自于八神庵手底大将来对战对方半血不到的啊，三个半血量的顺影，反击八神庵，对面只有一气，完全不用虚塔八神。八神尝试一跳，但是被对方跳滴滴打出来。现在八神还是不放弃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继续前冲。对方小跳，这里小孩切防成功，哇，完美！现在偷下盘还是不行，场上节奏还是在小孩这里应该啊，没有问题的，就立回。哎，这个百合打到了，但是瞎逼没一个确认上去，但是对方血量防不住他的葵花魔血了，来到了大将战了，都是八神了。日本人还有三个币啊，小孩这里的话是11个币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没有关注的话给主播点点关注。现在的比赛是来了五气八神的一个局面，你觉得小孩这里能输吗？飞掉这个技赶紧出来，再调整一下节奏。现在小孩的血量没那样多，但是他的资源跟人家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四期资源，现在双方就在拼。哇擦，我去，可以这么玩。现在 M 大叔打出天秀，再接一个才华，打不死小孩还有一口气，不要慌，30连。 M 大叔打的是又刷活来啊，刚才 AB 之后再做一个左右夹击，是不是很帅？是不是很帅？那么现在小孩也是被对方干掉一臂了。